今天分享一道简单好吃的麻辣拌菜，准备自己喜欢的配菜，洗干净，切好所有的配菜，芝麻酱用温水化开，炼一点花椒油，把所有的配菜焯熟，洋葱、蒜泥、花生米、孜然粉、熟芝麻、白糖、盐、味精、花椒油、酱油、蚝油、香醋、芝麻酱、香油、辣椒油，搅拌均匀。麻辣拌菜，请大家参考。麻辣拌菜就乱这么，美得很。再来一瓣酸。这一盆你能吃完不？这。整只吃完，有这个太好吃了。我也听。